这是我最崩溃的几局游戏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新赛季上分上分，也得八月走起。兄弟们，渡结局啊，爷娘爷娘。哎，我就不高分，我就不让你上分。哎，就是我。这是我。操！你干嘛？我看你衣服挺时髦啊，脱下来给我穿穿。莫大彪，快走！好喵子，就是玩是吧？好啊，来！哎，有卡我不捡，哎，就是玩，就是玩。就是我，刚刚那个敌人交给我们，有何赶紧舔，不要得瑟。兄弟，你舔可以，能不能先拉我起来啊？啊？有队友挡，我不服。哎，就是舔风，哎，就是我。我操！爸，哎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反弹。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哎，我瞄准，我不打。啊、我正傻瓜呢，我闪他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要平底锅，我砸他。哎，我下来，我就是我。我就是我。舒服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